你不说你有钓鱼吗？你有上桥底干啥呀？不是，那现在风太大了，它不好钓，你再等一会儿的。等到啥时候？现在天就黑了。这天再黑一点的，这风就小了，就好钓了。你钓鱼咋不带鱼竿呢？啊？这不在后备箱里呢吗？在车里呢。咋不拿下来呢？我先看看水质，这是水质的那水好不好。你是监察员啊，你看一眼就知道水好不好。你再等一会儿。还等到啥时候？有点冷。啊？有点冷。没穿裤子出来啊？什么？你这早说呀、啊、你。这回呢？嗯，不冷了。那你不冷吗？我不冷，没事，我扛冻，年轻。那身体好。嗯。啊，挺好。走，咱取竿去吧。差不多了，能钓了。走。啊、嗯。这咋干也不上鱼呢？哎，钓不上来，别钓了，回家吧。咋的？回家。我钓一回鱼，一条鱼没上来，我面往哪搁？哎呀，可冷了，走回家吧，去你家行吗？不去。那去我家呀。你别磨叽我了，你别给我鱼找抄走了，你别说话。哎，回家吧，回家咋的都行，行吗？你说啥？回家咋的都行。走吧。你说故意的呀你啊。